床啦，锻炼啦。了解他是2007和2008全国肚皮舞的冠军，用心灵在跳舞，由内而外的散发出那种魅力。肚皮舞这个头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亮点的，要赋予头发也是很好。这里是健身舞起来的特别节目《健身状元榜》。今天呢，这一季我们要比拼的是肚皮舞在首轮的亮相赛当中，接下来出赛的这支代表队，从资料上来看，他们的平均年龄居然是最大的，在这场比赛当中，据说平均年龄有35岁，但是你看他们的状态，你完全感受不到岁月的痕迹。接下来他们要为大家演绎《梦回埃及》。舞动身体，带点美丽，我们是羊羊舞团。谢谢羊羊舞团的舞者，谢谢。这个整个舞团当中呢，毫无疑问，我喜欢你们的颜色搭配啊。说你们整个里面呢，有好像有一个孩子都10岁的母亲，是在舞台上吗？哈，是的，可能是你们非常想不到的一个第一位。哇哦，哇哦，这辣妈，这超级辣妈哈。请问您学肚皮舞有多长时间了？累计起来可能半年吧。啊，才半年哈。不过我发现了，我几位专业老师，我班门弄斧一下，发现他们跳舞，我发现这个红衣服的人可能就是学的时间比较短，他们动作不是非常的熟练，对不对？是。那能够谈谈您练习这个肚皮舞这几个感受吗？之前因为我应该说年轻的时候是做模特的，非常的怪不得呢。Okay. 然后其实我就可能针对文艺这块就比较热爱，然后肚皮舞其实我是没什么概念的，就是本着锻炼身体的这个想法到这个舞团里来。但是我的老师真的特别特别的棒，我就是被他的那个优美的舞姿深深的吸引，然后热爱了肚皮舞。之前我是想锻炼身体就好，然后后来因为是太美了，我就下决心也一定要把它给
学好。OK， 好的，谢谢啊，谢谢你的故事分享。那杨洋舞团，杨伟妮老师为什么要叫这个杨洋？我是因为学肚皮舞来的北京，我放弃了我自己的银行里的工作，然后呢也冒着跟我母亲不同意这种压力，我的天，有震撼力。对，但是我实在是太喜欢舞蹈，尤其是肚皮舞。其实我现在也不能理解，那时候我年龄那么小，但我为什么会那么疯狂的喜欢肚皮舞？然后。现在事实证明是对的，我庆幸我自己在那个时候遇见了肚皮舞，然后我坚持下来了，是这样的。后来我来北京之后，我改的艺名就叫杨洋，因为那个以前我的性格是比较内向型的，然后后来是因为喊杨洋，我是来北京之后，我希望我自己的性格能得到一些改变，就比如说像我看到别的那些很活泼很开朗的那些美女们一样，那些就是很青春的感觉，然后我希望我的性格也能变成那样，然后我就把我的名字改成了杨洋，心舞飞扬，杨舞飞扬，然后我们这个舞团的名字我也依然用了杨洋，就是我希望大家能跟着我一样，听着音乐，心舞飞扬，羊舞飞扬，裙角飞扬，然后这样的，谢谢。好了，这就是来自于这个杨洋舞团的表演。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场上的三位评委。非常非常棒，我首先给你们点掌声。大家说他们很棒，对吧？好，这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组。首先是从技术上到那个舞蹈编排到音乐上都是特别特别的到位，尤其是中间这个杨伟妮，我之前也认识他，一直以为他是专业的舞蹈演员，因为他很多就是包括手的姿势呀什么，很多肚皮舞者他是不太注意上身的，但是他这个就是非常细节，从上身到整体的感觉都是特别特别专业，然后包括舞蹈的技术，然后包括在这个舞蹈的诠释都是特别特别到位，我非常喜欢。啊，三颗星啊，已经闪到朵朵老师了，谢谢。啊，接下来夏静老师，我太喜欢了，因为我感觉这一组是用心在跳舞，用心灵在跳舞，由内而外的散发出那种魅力，那种美丽。那个杨伟妮，她以前比过赛，我很关注她，确实是。刚才他们跳舞的时候，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是美人如画，如画美人，给我一个非常美丽的感受，纯粹的埃及风。所以说，我也是三颗星。哇哦，看看会不会可能出现今天到目前为止评委的满分啊？就看郭天一了。好吧，我现在似乎还在埃及没有回来呢，梦回埃及，对吧？真的，你们把我带到了埃及，我不想醒来，我想一直看着你们的表演，特别特别的美。今天呢，我终于目睹了杨伟妮老师的风采。他是据我了解，他是2007和2008全国肚皮舞的冠军，对吧？没记错。对，我一直听说这个杨伟妮老师跳舞特别好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亲眼目睹她的风采。今天我也很荣幸目睹了您的风采，特别特别的棒，特别特别的美，全体的你的学生都特别棒，我很喜欢。哇，激动，我很激动。Okay. 因为其实那个朵朵老师还有肖晶老师，郭千一老师是因为我们后来有所认识，是吧？然后这边朵朵老师跟肖晶老师，其实我觉得他们是看着我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。然后在这里我要向你们三位评委，我带上我的学生们，跟你们深深的鞠一个躬，然后就是表达我现在心里的这种浓浓的谢意。好，好啊，来，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出现了评委的最高打分，那么接下来就是现场的观众了，你们手中还有60分啊，要不要给杨洋舞团加一票呢？请你们来准备好投票器，321，请打分。谢谢杨洋，谢谢，谢谢。对于初学者，跳埃及风格的肚皮舞可以打好基础，端正姿势。跳舞前一个小时内最好不要进食。肚皮舞适合裸足练习，或者穿软底练弓鞋，甩开鞋的束缚，可以更深层次的打开心扉，通过跳舞来连接自己的身体和情感。腰腹部一定要裸露出来，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看到自己动作姿势是否正确。练习时还可以佩戴腰带，这是肚皮舞最主要的一个特色，同时也可以增加跳肚皮舞时的身体触觉。练习时身体不要紧张僵硬，以愉悦的心情在异域风情的音乐中释放出源自内心的热情。
源自于埃及，已经拥有3500多年的历史。这种专为女性设计的舞蹈，作为优美的身体艺术，是通过人体的骨盆、臀部、胸部和手臂的多元化旋转、波浪，以及日本眼花缭乱的臀部摇摆动作，塑造出优雅、性感、柔美的人体舞蹈语言，充分发挥出女性身体的阴柔之美，并塑造出女性凹凸有致的身材。埃及风格的肚皮舞的特点是优雅高贵，经常包含一些芭蕾的动作，强调以躯干为主轴的肌肉的控制能力，准确地扭动肋骨以下的腹部和臀部，动作幅度比较小，极少便是极好是他们的舞蹈理念。舞蹈比较注重情感的表达，动作细腻标志，富有层次。对于初学者，跳埃及风格的肚皮舞可以打好基础，端正姿势，练习时身体不要紧张僵硬，以愉悦的心情在异域风情的音乐中释放出源自内心的热情。妖娆妩媚的肚皮舞大赛现在正在继续，在第一场亮相赛当中的五支队伍呢，目前已经出现了场上评委的满分最高分，会不会给最后一支出赛的队伍带来压力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今天他们的阵容非常的整齐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。这是远道而来的西安马新亚杜肚皮舞团，今天他们要怎样演绎埃及风情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。马新亚杜魅力舞动，朋友们，能不能讲一讲你们平常训练当中对埃及风情的领悟？关于埃及舞呢，它其实是最传统的肚皮舞，最早的一种舞种，所以呢它基本上属于高雅的，但是呢由于我们曲子选用了巴拉底里面比较欢快的曲子，所以呢我们用我们的热情来演绎这个高贵高雅的舞种。有没有职业比较特殊的，就是来到这个舞台上参加，告诉我一下你们参赛的感受好吗？我之前是教拉丁舞的，也是跳拉丁舞，从小热爱那个舞蹈，我以前也学过民族舞，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在视频上百度的时候看到了马新，所以我就到了西安。一开始其实肚皮舞我学了一个月，基础的东西还没有学完，你就参加这样的大赛，所以我真的很紧张的。真的。那我们要不要让马新老师上来一下？来吧，马新老师。
马老师不容易哈，你看他们这么多都是刚刚才练了这么短的时间，你就敢派他们上来参加比赛，而在亮相赛里面。我觉得吧，咱们这个是健身舞起来，我觉得任何人不管是练多长时间或者怎么样，把它作为一个参与，每个人都有站在这个舞台上的资格，不管你学了多久，我觉得只有展现自己，体现自己的魅力才是最重要的。好了，这是这个来自于西安的朋友们的首轮亮相，我们来听听三位评委的意见。整体服装这块搭配也是我比较喜欢的，然后完了大家个头啊，包括形象各方面都是非常靓丽啊，然后那个头发也运用得很好，肚皮舞这个头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亮点的，要会用头发也是很好。然后不足的就是你们编排这块就是整齐度现在很欠缺，然后大家需要继续努力，两星，继续努力。好，谢谢朵朵啊。其实刚才说了有这么多，第一才练了一个月，确实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参赛勇气已经很了不起了哈。好了，来夏老师，我觉得他们跳得很工整，就是工工整整的，然后舞台表现力也是很工整。但是现在我很好奇，马欣老师上来了，我就想他要是带着跳可能效果就不一样了，更棒，是不是？刚才我们的杨洋舞团的韦尼他带着跳，你看感觉是不是不一样啊？所以说我希望你带着队跳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我很好奇，所以说呢就差你，我谢谢谢谢，下次一定上。哎，别，马欣老师，我给你出一难题，我们现在就把那刚才那点音乐放一下，然后让马欣老师现场演绎一下，因为郭老师还没打分呢啊，看看能不能多来一点，来来来，掌声欢迎。王姐说啊，这个绝对不是这套舞蹈的动作，是马老师的即兴的一段创作啊，非常非常的棒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呢交给郭老师，刚才夏老师说如果有马老师在场上会更棒的，看看这个能不能打动你。我也相当的同意肖老师的看法，对，特别特别的棒，不一样的感觉。还有你们的服装的那个设计也是我特别喜欢的，这个音乐也是我特别喜欢的，唯一欠缺的也就是这个队形的一个变化还有整齐度欠缺了一点。今天看到马老师的这个风采果然不一般，也希望你把你的学生培养得更优秀，好吧，这一分可能就在你的身上。你就是说这分没有打给他是吧？因为马老师没上场，是这意思吗？好，那么后面几轮我想问问，先做个剧透，后面几轮比赛马老师有没有可能上场？这一次是因为我不放心，大家都是第一次来，我跟队过来的，想看看他们的表现，因为有很多就是新人嘛，我想把这个舞台给我们的新教练，让他们多锻炼锻炼，是这样子的。好了，谢谢马老师。好了啊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现在拿到了六面金牌60分，不要紧，我们现场还有观众啊，如果支持这个来自于西安的马欣亚的舞团，请你们来，不要吝啬手中的分数，请按钮。好了，在首轮亮相赛埃及风情比赛的这个向上半场全部结束了，我们邀请所有的参赛的6支代表队都再次回到舞台的中央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健身舞起来特别节目健身状元榜第3季肚皮舞的比拼首轮，我们看到的是埃及风情上半场的较量，所有的6支队伍呢现在都已经重新回到了舞台之上，那么加上了评委和观众的打分集合在一起会有怎样的排队顺序呢？我相信每个人都非常的期待，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以及舞者跟我一起来倒数，我们来揭晓最后的答案。5 4 3 2 1，请看大屏幕。那么在评委打分方面得到90分的杨洋舞团观众拿到37面金牌127分，暂列第一位。杨老师非常开心了，北京都市女性排名第2，北京白领丽人排名第3，青岛纳闷儿排名第4， Daria 钻金舞团排名第5，西安马欣亚度暂时排在第6位，这属于第一轮的亮相。不要紧，我们后面在晋级之前还有3轮的比赛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加油。在今天的演出结束之前，我们要邀请所有的评委老师来到舞台之上，一起来进行我们的 Happy Ending。
们美好的寓意。我们首先看了六支代表队，在下一个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要看到另外六支来自于全国非常出色的肚皮舞团的展示。如果大家想继续美下去，希望要锁定我们的节目，热爱健身，享受舞蹈，听我们的口号，不见不散。فرقنا الهوى حبيبي ما في شيلك من عيني بعدك عايش فيه وحبك منطقة